来，我们看一下这题，他说把这整个四乘开之后会变成它，对吧？哈 ，OK， 行不行？会变成这整个，求多少 ？A 0加 A 1加 A 2加上 A 150。麻烦你 A 0加 A 1加 A 2加上 A 150，第一小题。所以第一小题求这些数字相加，也就是求什么？求全部系数总和，对吧？哈。所以第一小题也就是求全部系数总和，全部系数总和怎么算？麻烦你把 x 用几代？一代。我确定这个式子叫 f(x) 行不行？所以说全部系数总和把 x 用几代？一代。代下去行不行？代下去是一减二负一，减一负二加上一，五十四四七一，数小的。第二小题，第二小题求多少？求 A 0加 A 2 A 0加上 A 2加 A 4加到 A 150，对吧？求这些东西行不行？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偶四项系数总和，我们在数学上叫偶系和。偶四项系数总和怎么算？把 S 用一代 ，S 用负一代，代下去之后，麻烦你中间把怎样相加再除以几二，行不行？F 一是几？一没问题。那 F 负一，我先另外把 F 啊负一算出来，负一减二，对吧？好，负三加一，负二加三一，五十四四七一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麻烦你一件事情，把 S 用一代和 S 用一代，一加一二除二一，所以偶四项系数总和把这样相加除二是几？一。第三小题。奇数项系数总和呢？一样，奇数项系数总和，麻烦你把 S 用一代和 S 用负一代，中间有什么相减再除以几二，所以说一减一零，除二零，这样就好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 ，OK。